女团。好，首先下车的就是现在看起来像魔鬼女大兵，但她就是阿纪谢琼轩。阿纪呢，用炉火纯青的演技完美驾驭角色，为求生存贪吃撑，令人又爱又怜爱。过往以演出悲情母亲闻名，在华灯初上中挑战不同的戏路，演活最资深的小姐，而这也是她第七度入围戏剧节目女配角奖。能否像剧中升级成为霸气的妈妈嗓一样呢？为自己的讲座数目也升级呢？今晚即将揭晓。欢迎仙柔姐、金花姐、秋雪姐，还有演员。谢谢你们，真的好红啊！皮卡利诺米娜桑。今天更有特色，你们的战袍更有特色，以剧中角色的姿态来展现一下你们的战袍吧。真的，今天说阿纪你先来，阿纪你这次魔鬼女大兵哎，好帅哦。因为我太怕演员扯我头发，我就是这样讲，他是不是故意怕那个我会扯他头发？还是说最近有点看破红尘？哇，阿纪很漂亮。对对对，哇，阿纪这个造型真的是。跟戏中差太多了，是啊，就是一种腹黑版的阿纪，蛮腹黑的。这次是因为一部电影，然后的造型，对，那已经拍完了，那明年会上档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然后今天的穿搭是台湾设计师的品牌夏菲尔 Terence 的设计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造型团队，风造型团队，对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